丝竹乐团今天最压箱的表演节目献给哈嘎音。来，我们请所有我们乐团的伙伴请起立，请起立。今天的我们的表演呢，就到这地方告一个段落。各位伙伴们，感谢你们的参与。我们从黑发共挽携手到现在的白发苍苍，漫漫三十载已经过去了。感谢一路上有大家的支持与陪伴，支持与陪伴。那不管您是用什么的方式，可能是参与我们的活动，可能是做一个最佳的亲友团，我们都非常感谢您一路的支持。各位，我们用最深的一个鞠躬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嘉宾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。我们的表演活动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也感谢公所的伙伴，感谢你从头到尾陪伴我们，给我们这么好的舞台，也感谢蓝天灯光，也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邀请今天的表演的伙伴通通一起来上台做一个大合照。我们的高原太极拳社，我们的彩虹舞蹈团，麻烦您都到台上来，谢谢你们今天给予我们的支持，感谢有您的一份力量，让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加精彩，谢谢您。还有我们的老师，请一起过来，谢谢。感谢大家，在我们演奏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，察觉我们又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春日冬雨。老化不是一个选项，它是一个必然。三十岁了，我们缓步走向晚霞余晖。就在这个余晖当中，特写所有的伙伴和现场所有的嘉宾，用同一个乐曲呼吸，我们来享受这个余生最年轻的一次心动。来，请所有的演出伙伴，我们一起来合照。我们来帮忙工作人员的伙伴，穿着您的制服一起加入我们。今天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，今晚我们都是小小螺丝钉，但是有您的存在，真的是非常感恩。其实还在现场，我刚刚看到最后一个还在忙碌当中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现在要拍照的结束了，好，各位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配合，有你们的演出让我们增加许多亮点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各位。